这个这个这个闪光的地方有没有对准黑色的地方？有。好的了哈。好。好，那我现在拍照。你可以赶快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被强迫的平民百姓。为什么？也有人说，听说啊是网络留言哦，留言破解者，我们来破解一下。据说在皮肤上画一个大概多大的 size？ 大概2×2，2×2公分哦，还是 millimeter？、对，的黑色用签字笔画，2公分哦，2公分很大哎。这样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这样够不够？够。然后涂黑，听说把它涂黑，然后用什么东西拍？用照相机，手机的照相机拍。对，拍这个听说会触电，听说啦。我是很突然的被强迫要拍这个记录。按照我这个电子学，对，号称是这个啊全校第一名毕业的啊。我是感觉是白啦，我是感觉是白啦。听讲安尼个甲翕咧，咔嚓会电着。啊，不过我想看嘛，惊惊，咱即马来试看卖。好，现在手机开启照相功能。嗯。要多近啊？要靠在上面。啊，靠在上面、哦。对，你帮我看这个。哼。这个闪光的地方有没有对准黑色的地方？有，好的了哈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拍照。你可以赶快吗？拍好了。拍好了。干，没有嘛？我就说不会嘛，他嘛。真的吗？害我吓得要死。那你自己拍一次。什么叫我自己拍一次？再拍一次啊。啊，不是结束了，还要再一次。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闪光灯要对在那个黑色那个。这样嘛是不是？对，然后靠上。哎，等一下，没有拍到啊。对，我按哪边拍照这个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帮你按。哦，好。白色那一点要对。这样没有吗？这样有吧？对对对，然后靠上去。啊、靠着。哎，好来。这样，你可以按拍照吗？这样子。不是，下面有一个拍照的。哦，好。按下去哦。好，按下去。等下手机要拿好啊，电到的话不要摔到、哦。好。哦，会痛啊！他妈的，会啊！有被电到吗？刺刺的，也刺刺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？哦，有机会再研究一下到底是为什么。哎、欸，真的会痛哎、欸欸！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手好不好。要贴着，其实没有怎么样了、啊，就是刺刺的，刺刺的。哎、欸，真的会刺刺的、欸。这应该是有一点原因，我在想是不是，我推敲，其实它不是被电到，就是因为闪光灯过亮，然后黑色的地方吸热，所以产生了一点热量。我猜的应该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今天的留言破解就是会痛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